加快中国 5G 新发展。海信通信与紫光展锐签署 5G 战略合作协议。6月5日，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与紫光展锐科技有限公司在海信电子信息集团副总裁徐湛、紫光展锐 CEO 楚庆的见证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海信通信分别加入中国三大运营商的 5G 终端研发联盟。2019年，两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首日，海信通信携手紫光展锐发布了首款基于国产芯片的 5G 原型机。作为全球领先的 5G 通信芯片企业，紫光展锐在 5G 领域具有全面的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由展锐新赋能的 5G 终端、 5G 手机、 CPE 物联网模组也相继推出，推动 5G 商用普及进程。随着 5G 的全面发展，海信通信与紫光展锐实现了合作的全面战略升级。借助双方在 5G 技术及设备终端领域的资源优势，致力于发展自主安全的 5G 中国芯，推动更多 5G 终端的落地，在满足用户对 5G 高速网络需求的同时，推动中国 5G 发展走在全球前列。